我是明幻，今天我们挑战把车站的小推车推进决赛圈。想想决赛圈有这么一个无敌的小车，是不是还蛮好玩的？不过首先我们要先把车站的人群给疏散了，保持道路的通畅。到底去去试直接来抓外围的人，刚才刚这人还有队友在楼里，这个人有自由器啊，有点难堵了，再打掉他一个队友，我们直接脱离卡一克雷。两个全死，哎，回后车室捡点子弹，前面有人啊，直接出来了。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这种空调机后面啊，回到房顶有人从同一个门进来了，刚上去啊，最顶上发现一只老六在这狗分，我们直接捏雷把敌人打起来了，把过道里的人直接 Q 我一个头啊，这人必不可能放过，不跟他墨迹了，直接干了。现在有车是啊，有人来这边外围了，应该还有一只啊，不过不管了，先把这只补掉。六倍 PKM 毫无压力。之后我又听到轨道这边有车声，有人想去桥上拿空投。人很多队友啊，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那这队还剩最后一只，就在右边这个房子。哎，停一下，差点忘了我们的任务啊，圈已经刷了，一会儿小车别推不进去了。为了防止被电死，我带了11瓶饮料，6瓶止痛药。这个车下坡的时候还好啊，上坡直接推不动啊。突然我的太爷爷托梦给我啊，告诉我后面有人，可能会想去召唤彩球逃跑，我们直接一波回手掏。哎，舒服，但是电王来了，我们得抓紧推了，老换推车。就这样，我推啊推，推啊推，推啊推啊推啊推。我们正前方有个人也在跑圈啊，但完全不怂，因为我们这个小车是无敌的，就算他发现我，他也打不到我。我们还能从后面偷他屁股一手，哎，就很舒服。哎，别，不是这电网大，后面怎么还有个老六啊？你搁里边电流呢？问题不大啊，先打药。坏了，让他整这一下。我们这车可能推不进去了，就这关键时刻还给我刷了个天谴权，晚了，开始十几秒的跳了，有点太慢了，不等我跑进去，下个圈又要刷了，我们只能先放弃小推车了啊。不过至少我们人还能进去。上次是第一次啊，没有经验，这把我们早点开始推。这次圈刷的还好啊，基本上是下坡，快多了啊，不至于推起来跟个懒驴拉磨一样，舒服起来了。不是吧，我推这么个玩意儿也能卡住，没事还有救啊，好消息是这玩意儿是炸不坏的。还好救过来了，我们直接推着他去冲楼，好像没人啊。我很好奇啊，我推着这玩意儿走到敌人身边，他到底是显示车印啊还是显示脚步印啊。下个圈刷到了这个位置，那我们直接推他去隔壁山上就好了，山上有枪射，但完全不怕，这个角度下除非他捏雷捏火，不然是完全伤不到我的。快到了快到了，我真的推不动了。哎，有车来了，先拿火力位啊。我真是害怕，侥幸反杀，他们也是想来这边站高点的，但是下个圈又刷了出去啊，就非常的离谱，山下两位老哥直接就架住了我，但我们的无敌小推车无所畏惧，只要你不打我的头，他打他们的，我们就直奔前面小厕所了。
就这样与世无争。在我头顶上有个挡风仔啊，要不要辞了他呢？然后我做出了这局最错误的一个决定，提前开除了挡风仔，因为我没有意识到剩下的四个是满编。然后他们风上烟路进攻开始了，哇，这么弱，完了，近点也拉回来两个，可能这个药可能打不上了。兄弟兄弟你好啊，兄弟不要吧，兄弟兄弟你好，兄弟你好你好你好，兄弟我推了个小推车进决赛圈，你看到了吗？你好你好，看这里我把枪扔了，放我下来吧，我先把枪扔了，稍等，是打一是打一，可以的，你别把他车死了，别把他车死了啊，谢谢谢谢你，别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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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你们拼锅吧，来你们拼锅吧，你们拼锅吧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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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兄弟，哎呦我的妈，牛逼，哎呦兄弟你小心点啊，哎呦啊，去世了，哎呀还是穷的，恭喜吃鸡，恭喜吃鸡，很厉害很厉害，有缘再见啊，有缘再见，有缘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我靠，这个是个主播。